袂当将我打动。你热情太多，不知安怎使用，只要一句爱我就会好我抓狂。甜言蜜语太多，想要拄到苹果，无人会当来阻挡。暧昧的诱惑，这一部爱情春秋，故事实在真感动。情话尔虞我诈，爱恋的三国也袂当将我打动。我早就知影，伊是罗建平，而且是我叫伊坦白甲你讲的。我拄知影伊是罗建平的时阵，心情足复杂，嘛足生气。我去伊布拉温格，还伊一家十个。也去冷食，不敢面对家己的错误。但是我冷静了后，我才发现伊并无冷食，等到真有勇气。若无温哥予人误解的时阵，伊为虾米公布迄段凌晨的影片？伊上大的勇气就是向你坦白一项代志，因为你是伊上喜欢的查甫囡仔，所以我已经甲伊讲，我要原谅伊啊。你敢袂当原谅伊？所以你甲我讲这件代志，就是希望我原谅伊。你是你，无需要受到我的影响。我毋知影，阮一个人需要偌大气力。但是我感觉小张已经嘛得恨伊家己，就算我原谅伊，伊嘛无法度原谅伊家己，甚至会当讲伊放弃伊家己，嘛放弃对你的感情。这一切拢是伊家己造成的。若是以前伊面对伊的责任，十五年前卖相片，卖讲白贼。今仔日就袂发生这件代志啊！来，金块，来等你食饭呢。妈，请问这位是？这位是阮爸爸，也是你未来的爸爸。我回来啊！哎，来，进来，来吃饭。新月，这是我第一个爱上的男人，下吧。妈妈照顾阮大汉，但是细汉的时阵，爸爸教阮上侪。他就是我心目中世界上最帅的男人。还有这位。心目中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哟，啊，在我家我并不漂亮哦，但是在外面你比我好看。过来，大嫂，这就是我最爱的一家。好，来，卖假崩溃为啊，听假崩，来。那你先坐吧，好啊，没事，来，谢谢妈。我相信一个好妈妈，绝对会做一个好大家啊。像你，对他经营妈妈过往了后，你就等于是业家、甲老家三个囡仔好妈妈。即马这三个囡仔要成家立业啊，你敢袂用同款的心情来做一个好大家？我知影。知影还知影，爱做的到才是本事。我看你对星辰迄个态度，我就知影讲你百分之百会当做一个好大家啊。啊，不过你对小佩的态度，敢都袂用安尼，有遮困难啦。母，你莫阁讲落去啊啦！你若继续讲落去，会用让我
困袂去啊。你若踮你的房间困袂去，无晓来我才困。阿母，咱母仔囝开讲，一定爱讲你家的代志先，敢免讲一寡别项的。我是惊你心肝的有心肝，变作一个歹大家。你讲我拢明白，但是有一寡过去的代志，你唔知影，我嘛无甲你讲过。你讲我会炸一个心肝，迄是过去遐代志，并不是因为小佩。过去的代志是啥物代志？今麦去讲遐，拢假讲的，无意义啊！你无讲，我哪知有意义还是无意义？阿母，我知你的意思啦，我会尽量做。你实有影真鲁呢，啊！叫你讲，你敢那唔讲？你讲我鲁，我才感觉小佩足固执的。人小佩真乖，卡阁真体贴，伊才袂固执的。伊平常时是真乖卡，但是若甲李小东的代志有关联，伊态度就无同款啊。迄是你甲小东当作是敌人。小佩是我未来媳妇，伊厝内边有一个阿兄李小东，拢甲咱当作是敌人。你讲这种情况下，咱两家是变安怎和好？啊，我是变安怎甲小佩疼入心？你讲的话，我会听入去。我嘛希望我的话，你会放在心肝内。个性都要放较软的，爱学会晓包容。迄早时啊，看你的面相无好，我真烦恼。但是我唔敢一直看你，惊别人会发现。多谢你，遐尼关心，遐尼注意我。其实。自从知影家己得了这镜头了后，我逐天上惊，就是伫迄两个囡仔面头前倒落去。这两个囡仔，我已经欠伊真济啊。若是拄伊面头前倒落去，我连做妈妈的信心嘛无去啊。多谢你，替我挽起做妈妈的信心。即摆医疗技术应该有法度解决你的问题才对啊。我来去甲小东，甲小佩参详。阮做阵带你去给医生看，好无？你莫烦恼啦。其实我的状况除了你，你爸爸嘛知啊。伊会陪伴我、照顾我，做你放心。嗯？好啦，莫讲我啦。我叫你礼拜哦，是要特别甲你学落的。学落我？嗯。你今日试穿迄衫的时阵哦，有够水的啦。哦，那是妈妈你无去嫌啦。啊，你这优秀，我哪可能去嫌？其实今仔日好，在你一世人当中，你敢来当亲自亲一遍。也毋过，在你的人生，伊算是上重要的一件啥？妈妈希望讲，你以后每一天，人生，你的日子。都会当像像囡仔咧好同款，纯洁、美丽。卡苏，我即马甲你讲迄个秘密，你敢想要听？当然。明龙，他的本名不叫张明龙。他的本名叫做罗建平。情我无后悔，爱藏我心底，盼望甲你做阵飞。我是一个杀人凶手，三年了后，我变作一个孤儿，就是人爱讲的报应，真正的报应，就是害这种人活在这个世界。明龙，他的本名不叫张明龙，他的本名叫做罗建平。就是迄个十五年前，乌拉小东哥杀人的，迄个罗建平。我本来无想要讲，因为这是他的个人隐私，他自己不想说。我也没有资格替他说。
要不过我即马才知影，原来小佩已经知影。小佩嘛知影，而且伊已经原谅伊啊。你敢有可能原谅伊？真困难。我看现在，换你需要找小佩大嫂好好开导一下。你是安怎？看起来无啥精彩，你是有啥物代志啊？无啊，我听啊，我来看啊。安怎啦？其实我有一件代志，困几啊天啊，本来我无想要讲。但是讲唔讲，我真正早甲无法度喘气啊！是啥物代志，互你遮烦恼啊？小张就是我阿哥哥台人的罗建平，恁哪会遮尼冷静啊？伊有来找你找过我啊，有甲妈妈忏悔，你爸爸嘛知影。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我竟然唔敢讲，我知影的时阵足紧足气，还阁有份。咱厝是毋是阁剩哥哥唔知影一件代志？妈、爸，我若是讲我原谅小张啊，恁敢会生气？替我拢无替哥哥想。憨查囡仔，你的心情妈妈哪会袂了解？既要原谅一个人，既要挽回一个人。需要搁较大个勇气。其实我嘛想两公啊，我嘛决定要叫小张见面。我想要当面甲伊讲，我原谅伊啊。我本来嘛是要找时间甲你谈这项代志，是袂到你的想法甲我同款。虽然我心内感觉对哥哥真歹势，但是知影爸爸妈妈甲我同款的想法，我的心情较轻松啊。阮无法度医治过去的伤害，所以亲爱的咱何必把婚姻一直放在心内？恁哥哥虽然冤枉一家，不过即马也出狱啊，嘛平反啊。顶多是小张，我看伊这么痛苦，我想伊这十多年无真正解脱过，伊将伊家己搞紧起来。你莫看这个囡仔，敢那啥物拢无。其实上欠缺的是自由。讲起来，上大的受害者是小东。咱三个拢无权利当决定伊是毋是要原谅伊。妈，在我心内，上大的被害者是你。你选择原谅小张，你就会当减轻你的罪恶感。我看啊，你替我打电话给伊，伊会来做。今仔，那你遐早来公司？啊，你咧？是安怎这么早来？是要用工作麻痹自己啊？你过去的迄个秘密，我已经知影。罗建平，即摆我是应该把你当作共同奋斗的朋友，也是害阮兄弟的元首啦。拢会使，对我来讲，已经无差。那是无差，这个秘密到需要藏这么久，那是无要无紧。你早就会当对咱所有人坦白啦，听到罗建平这个名，我头一收到的是李小东，因为罗建平的母乱，害伊白白坐到十五年。那不是小东有够坚强，伊的人生早就过有去啊。迄时阵，我爸陪小佩到伊了，想要找到真正的凶手，煞慢一步，人已经搬走，唔知搬去倒。讲真的，若是真正互我找到，我一定会让伊付出代价。十五年过去啊，不过记得当年的情绪，但是已经无当年的冲动。这种矛盾的心情，应该安怎解释才好？我解释不来，嘛无结论。
但是你爱面对的代志，还是爱面对。以后你把故事等你。我介意咯，已经无啥物好讲啊。这就是你面对代志的态度。十五年前得病，十五年后同款得病。所有话我拢讲了，你敢阁有需要找我？是安怎？你已经坦白跟小佩讲啊，无予我知影。是安怎？你要予我告家己？是安怎？你予我感觉你无想要面对你的家己的错？是安怎？小佩已经原谅你，你无接受？是安怎？你予我感觉你想要放弃你家己？你莫拢无讲话啊！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无需要甲你解释。咱敢不是朋友？在我艰苦的时阵，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所以今仔我嘛想要陪伴你。我承认，听到你是罗建平的时阵，我无法度原谅，也无法度接受。也毋过，我嘛无法度放弃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有一个人一直陪在我的身躯边，迄个人叫做明龙，所以我无法度放弃你，嘛拜托你，莫放弃家己，好不好？你敢真正知影，什么叫做放弃家己？就亲像你即摆共款啊，你无想要替家己受挫咯，嘛无想要原谅你家己。你认为你是会替我想，到底了解我偌济？我是一个杀人凶手，我害一个人，唔敢相信，我害着另外一个人甲伊的家庭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我的爸爸妈妈知影真相，但是污蔑我，怕我。也不是叫我负责任，是搬厝，替我转学，替我暗扛所有的错误。三年了后，我爸爸妈妈因车祸过身去啊，我变作一个孤儿，这就是人爱讲的报应，可这报应不应该发生在我爸爸妈妈身上。后来我才真正知影。真正的报应，就是让我这种人活在这个世间，因为我活越久，我就越痛苦。你根本就无了解我，你嘛无资格同情我。我从来拢不是同情你。你敢确定？我确定。那安尼，你看我的目睭，讲你爱我。情我无后悔，爱藏我心底。明仔，你敢会当甲伊当同齐出去？我本来就拍算要甲陈建宏见面，话要安怎讲，死搞变卦。这两个人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用上强的手段来证明。情话尔虞我诈，爱恋的三光也袂当将我打动。你热情太多，讲你爱我。
今麦讲袂出嘴，阿爸就啥物话拢免讲。对小张来讲，这是永远拢欠袂清的高利贷。你伫咧加护病房的时阵，小张甲我讲，婚是一种意志，嘛是一种力量。伊跟伊话，用这种力量帮助你回来。最近我才知影，伊渴望婚家己的力量，加过这十多年。我想，伊的心内从来毋捌温暖过。对我来讲，这个处罚已经有够久、有够重了。我希望伊赶紧把这个怨恨提掉，让家己的心内充满温暖、快乐，过新的生活。我哥他被误判了15年，我不希望小张自己判自己无期徒刑。那呢，谁人会当甲伊讲，他可以刑满出狱了？有。伊是迄十五年上大的受害者，阮妈妈。张健，今日嘛十点，好，我知影。小张，你有看到伊着甲伊了无？无呢。因那先是中昼出去食饭，应该等一下就回来。这就真奇怪啊！都还袂到中昼，都找无人，手机嘛卡袂通，因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总经理，你有代志要找因啊？到有需要我替你传话。哦，唔免啦，麻烦你替我注意一下，假使因若是回来，你再给我通知一下。是。小佩，你妈妈要找我，好，我下班了我就过去。记得你头一次来这的情形，是甲总经理做伙来。你当初甲我如此为着伊的大爷代志来，别走进前，你可有小佩姐的建议？有当下人要活落去，爱靠意志，意志的力量，有当下会使打败感情，嘛会使打败死心。你讲的是啥物款的意志？譬如讲。婚的意志，你甲小佩讲爱用婚去刺激伊德，让伊有求生的意志。你阁讲这是你的经验，对不？后来小佩嘛照做啊，伊德嘛真正清醒啊。迄当初我才咧想讲，想到这个少年人有这款的想法，一直到前两天你甲我讲你真实的新婚，我才阁想到这件代志。我才想到讲，你所讲的婚，你所讲的经验，你针对的不是别人，是你家己。我爱替伊德感谢你，伊所讲的婚的快乐，让伊德活倒转来。但是婚敢有让你过得较好？无论是小东去坐家，还是你爸母的死。你都因为安尼怨恨你家己，严讲嘛，因为这个怨恨，让你有活落去的动力。我安尼讲，敢对？无唔对，我会当活到今嘛，就是因为我恨，我恨的人，就是我家己。严哥，你敢有想过，人就算无怨恨，嘛是会当活到足好诶。我有想过，
但是伊款年轻个无缘。谁来甲你无缘？敢讲你一出世就有万分人？假使若无，你只是无法度将你的万分放下尔。其实你甲阮真侪人拢共款，你的人生是有希望的。我这种人，敢若适合这款生活。那你变怎？变怎做，才有法度卖让你继续万分嘞？才会当让你找到你适合的人生。你妈妈，这个问题无解啊。谁来无解？你的婚是因为你感觉你对小东有亏欠，是因为你对你家己无谅解。已经发生的代志无法度改变，要过咱的想法用的啊。我甲小贝的想法嘛用的，可是我即马甲你讲，我愿意原谅你，你敢法度原谅你家己？就算是你愿意原谅我，我嘛永远无可能原谅我家己。自我冤枉李小东迄天开始，我都已经下定决心。我永远无可能原谅我家己。伫法庭面顶讲白实话，甲杀人的罪落予李小东，我嘛无可能原谅家己。当作是一个圣人，甲你专案小组明明就是为着赎罪，当作家己，你做甚物正义的代志？但是你真拍拼赎罪是事实。友善平台即届会无代志，伊斗相共真济。对阮哥哥来讲，友善平台就亲像伊第二性命。你叫友善平台，就等于是叫阮哥哥的命。无论我安怎赎罪，敢有法度弥补小东所失去的？迄十五年的时间，青春、自由，我真正含袂起。所以不管咱怎讲，你就是未改变你的想法。是。就算所有人拢原谅你，你也是当作你家己是罪人。我是啊。你还这固执啊？你明明就这少年，你谁人跟老伙仔同款安尼讲袂准确？小东所失去的，永远袂阁回来啊！是我根本无可能挽回我家己的错误。小佩，我真正做感谢恁，愿意选择原谅我。不过，我嘛向恁回实的，我绝对无可能，让我家己接受恁的原谅，真实的。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我先告辞。等下，江公你会当走啊？你毋是要上水？安尼明仔载开始，透早六点，你准时来遮报道。逐天透早六点。嗯，不管透风落雨，一定爱来。安那，做袂到？我一定会准时报到。安尼，我先来走。嗯。妈，你真正爱小张，逐天都来咱家。嗯。你要叫伊创啥？是安怎？是六点？敢来上早？你明仔载就知。昨昏我甲你阿妈讲真侪小妹代志，我感受真深，嘛想开做这代志。我感觉我的态度爱修正，我希望你能了解我这做妈妈的心情。进前你准备换名时阵，讲来讲去。什么代志拢跟小妹有直接关联，我的生气是难免的，但是我当甲放袂记住。我就介意其他你的妈妈，讲话真有道理。妈，我讲我遮，我先替小妹甲你说多谢。小妹连咪都要嫁袂来咱家啊，尊公，我搁安怎无愿意？
我嘛得爱替我后生设想。我有外疼你，我都爱同款来对待伊。我希望伊会当了解我的心情，所以我希望你敢会当替我邀小佩来咱家坐一下，我有一寡话要甲伊好好讲。好，我明仔载去找伊啦。妈，你的想法真正进步真多呢。那安尼，我先甲你恭喜，真紧就有一个有效的媳妇啊。家和万事兴，是恁阿爸讲的话。伫这家庭对我来讲，恁这两个囡仔比我更加重要。伊在伊咯。爸。您回来啊。嗯。爸。那你这么晚，搁要出门啊？是啊，甲一个老朋友约好。老朋友，是倒一个老朋友啊？我先出来去，您两三休困。等一下，白白拢坐伫客厅，你煞把我当作无看见。你是挑拣要伫囡仔面头前，给我歹看是？我已经跟你讲过，阿兄告你迄件代志，是你跟我讲了后，我才知影。我根本就无赞成阿兄咧做，你啥人唔肯相信我？你的话是真是假，无重要。伊告我是事实，你是伊的小妹嘛是事实。啊，若你是当时知影这件代志嘛无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影了后，完全拢无该做到。你是爱我解释几摆，你才袂阁继续误解我。误解？我倒会误解你？就算讲你知你阿兄告我，你嘛无可能甲伊变面。伊在心目中，伊这个阿兄比我这个翁婿更加重要。这就是恁老家迄痛心。在你看恁阿兄的眼内，我到底是算啥？是一个专门替恁华公司的长工。等公司一切拢稳定了后，我就无利用的价值啦。或者是，我是一个传统接代的工具。等囡仔大汉了后，就咱搞放伫边仔去啊。爸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相信妈一定嘛无想要看到这件代志发生，你妈对妈生气啦。情歌无后悔，爱藏我心底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歹消息。迄个250班是检察长专人申请的，即届咱阁会当甲王道川做一摆拜拜，拖淡薄仔时间。一个好消息，听起来无予人真欢喜。相信歹消息应该无偌好听。申请这笔钱，检察长真无欢喜，伊讲这是最后一摆。意思是，这摆若无成功，后摆。咱都要家己释怀。对，这摆咱若是搁查袂出来王道川背后的势力，就表示这个方法无效，咱嘛无遐尼侪钱通添啊。安尼就表示我甲小东开的这条线要斩断啊。啊，搁有进前开去的钱，甲伊着冒的风险，唔通白了讲。这是买卖，开钱的人讲话就当大声，恁就直接甲陈振勇讲。收鬼也罢，杀一个魏老师出来应付。因即马是咧讲盘啊，也是咧三八路边，讲予愈无欢喜，伊会愈甲恁信道。咱已经知影探望是啥，重点是爱先查清楚伊背后势力，甲伊计较无啥物意义。既然是安尼，这笔钱根本得变予伊。开钱还阁有淡薄仔机会，这条线还是莫断较好。若无其他的办法。就照小张的建议，小东，明仔载你敢会当甲伊在同齐出面？我本来就拍算要甲陈俊宏见面，话要安怎讲，死搞变卦。就照你的感觉去处理就好。好，
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地点，就安尼。王先生，约好啊。啊，不过明仔载突然夜里的李小东来告位。李小东来告位。看起来，伊应该是有想法要讲。伊即卖两个人，把魏正昌当作是贪官。也不过，搁敢那讲，伊只是我的分身。若要甲因继续合作，今早来有一天，我也是甲因两个面对面。既然安尼，王先生明仔载要甲因两个会见无？袂个，我对因两个人，还是无法度百分之百相信。因到底是要买卖，还是要拍牌买卖？心内若是有淡薄怀疑，我都无法度放心。是。说你不是笨啊，啊！安尼，这两个爱继续考驾照，那是当然的啊。我老师呢，甲咱考试我是专门考的，而且考题愈困难愈趣味。这两个人到底有敢有问题？我用上强的手段来证明。什么手段？张。明龙，林妈妈，老早，老早，真准时，应该。这是头一天，要保持这款态度。你需要我做啥？对我来。这是以后这些花草，就交予你来照顾。我来照顾。嗯，你大天就用半点钟的时间来给伊压嘴，啊，看伊的变化。会记得哦，是大天早起的哦。大天哦。安那，你不怪伊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感觉有一挂意外。那呢，咱就开始哦。嗯。啊，最上好的时间呢，就是透早还是尾仔嘛。趁住即马就是上好的时间，这就是啥我叫你即马来玩。也阁有，这压水是爱看时机的，亲像透中昼，温度伤高就无适合压水。啊，若是寒天，咱就爱偏偏暗时来压水，较免这花草吼会去冻伤着。也阁有，你爱先看卖这土是干还是湿的，是干的就有需要压水。三像，啊，来，你看看，三像这小块嫩嫩啊，这都免啦。那是，像这大大，这都是阿水。好。还佫有啊，大家看这叶仔的种类，看是大叶还是细叶，高还是薄，啊，多还是少，再来决定讲伊要压的水是多还是少，陈小姐，这就需要压较济水的。好。等下，等下，你压水袂当遮尔急啦。豆豆啊压，互伊小可安尼润润啦，安尼就用的啊。真好。我跟你讲吼，就算讲吼，你若发现讲伊小块积水嘛，无要紧，你着观察讲迄水吼有排掉无？若无排掉，就表示讲迄土有问题，就爱改善。其实差不多就是安尼啦。以后咱若是搁有拄着啥物问题，我再搁甲你教。好，无问题。会记得哦，每一盆吼，你拢爱巡过哦。交我。小张讲，伊对这有机农作真有兴趣，我就叫伊讲，先来咱家把这花草顾好再讲。所以以后，大家会再拢会来哦。妈，安尼我先来。谢谢你了。
小张，后摆再回厂，就麻烦你了。嗯。哥，咱来行。来来，阿母搞啥？我做我做好，下公司吃。好，我来上班啊。啊，等等等等。阿母，你去有啥物代志？你昨昏甲出名是安怎？我看你敢若在冤家，而且搁当囡仔面头前在冤。阿母，你拢有听到？无完全听到啦，敢若听出名哦，念两句我还着做伊出去啊，所以毋才要问你哦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其实无什么代志，只是一点仔误解尔。干嘛呢？啊，他以德甲以柔之类，恁翁仔某无小撇一下，可见代志真严重。是不是因为贪污钱的代志？啊，若是因为安尼哦，我就要去甲你苦劝一摆。俊明贪污钱虽然是唔对，也毋过嘛，因为俊明。面如才有这麼大的规模，这嘛应该当将功赎罪啊！我嘛是安尼想，但是既然甲发生过啊，就准多好啊。过去的代志，莫搁再去想伊啊。你若愈想袂开哦，大概是愈歹过。爱学晓通原谅，未来日子才行会苦长。莫搁再甲俊明冤啊，找一个时间甲伊和解，有听无？好啦。阿母，我知影啦。你即嘛是啊，凊彩甲我应应的。当然毋是啊。阿母，你昨甲我讲的话，我拢听不去。我已经叫伊德去约小贝今仔下昏来咱兜坐坐嘞，我要甲伊好好讲者。真实的啊！你若毋相信，你用去问伊德啊。你会当吼，我话听入你，阿母真欢喜。虽然你已经大人大正啊。也有家己的查某囝事实啊，要唔过阿母也是要甲你讲一声，乖啦。我爸爸讲，这馒头的感情天哪更快，我崩溃。金大师，我给他的气味，你感觉下面的气味都变作是啥？今晚你的心情，我跟他一同讲，我淡薄了解。其实我的父母嘛拢离开我，唔知安怎。我上一离开的时阵，我一日目屎我嘛哭袂出来，包括迄金钱要紧的时阵，我也想到因甲我讲过真侪话，我也想到主持人甲大汉，因甲我驾驶，甲我骂，我目屎就一直流一直滴，嘛唔知影是感谢还是思念，一直到即马。我阁想到我也是大人，我已经流过老目屎啊！
连讲每一遍，我若想到伊的时阵，我的心头都是酸酸。我总是想着讲，因在生的时阵，我若是会当替因加做两项仔代志，我即马回想起来，我是毋是心头会较轻松？后来我想清楚了后，我知影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。咱对是着人的亏欠，一世人都还不清，还不完。我即马会当做的，就是跟伊对我的好，永远记着着，跟伊对待我的心情，用来对待我的事实。我要跟伊的好流传下去，这就是我对伊的感谢。你都卖替家己制造困扰，我是一个要结婚的人。我要清楚的，是你的感情，跟你的婚姻无关。你我。敢若剩利害关系，伤害我，我对应我一心，报答到彻底。你若是不尽全力，咱注定落海。我已经想好清楚啊，不管你安怎拒绝，我拢袂放弃。既然愿意陪伴，我就愿意等待。你去坐车，我会等；你继续拒绝，我嘛等。等到你放弃拒绝我迄天。张明龙是检察官的人，伊的本名叫做罗建平。就是你亲自照顾你的罗建平。春秋夏冬，希望你栽培秋叶好年，希望你好过幸福的一切，亲像平淡心底盼望甲你做阵飞，一回行去底，你在底徘徊，何时到你心肝底？夜夜望夜望，日日等夜等，虽然。